旋转的时候这边要切齐，这个跟这个要平行，那平行了以后的话，这边就慢慢的转下来，然后把这个东西把它稍微转紧，那接着的话我们转到另外一边，那一样的话也是要这个面跟这个面必须要切齐，这两个面要切齐，那接着的话这个把它往下面带，